下去吗？还是怎么？下，我跟着你走。那么晚还录不掉？因为我在，哈哈，因为我有蝴蝶，我的那个朋友圈壁纸一直都是蝴蝶。哦，是吗？我有一个小学很好的朋友，他是超害怕蝴蝶。害怕？对。啊，那他会怕我吗？应该不会。那他一定会叫吗？不会，他是完全不叫的。对，是一只很聪明的狗狗。我也想要那种大狗。嗯。你潜水的时候你会想什么？主要是可能在水里有一段时间可以放空，那也不会特意想东西。就放空，放空自己。就比如说在水里，你就很明显听到你自己的呼吸，你自己的心跳。那我这是一个新手，我直接下海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做好安全措施就好。对，好快呀！我觉得昨天好开心的，还想再住一晚在这个岛上。我以后还可以。对啊，真有机会了。那个角度看小屋也是挺好看的。我好看吗？回去吧。我已经懵了。那你平时写歌你怎么写？写曲子？我乱写的。就你乱弹，然后、因为我是那种可以，就可能直接在钢琴上。可能因为平常我可能在电子琴上，然后我就一直让它录下来，然后就可能有一段就 OK， 我就把它拍下来。超好听，真的。有时候就你就先弹曲子，然后再写词。那就改一些，把音改掉的意思。对。嗯，好好玩呢，妈呀。对。有时候写东西挺有趣的，我觉得。嗯，你可以把当时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，就是很有意思。那你会弹一段曲子，然后再听回放，然后再写词。就有时候我可能那个 demo 就英文普通话，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就写成一个词里面，然后当那个作词人看见那个 demo 的词，他大概会知道我想说什么，然后他再根据你那个，对，因为我现在主要都是粤语嘛，然后粤语是填不了的，好难，就一直在错，我就放弃了。我觉得自己会写一些词，但是因为我不会作曲，我把曲写完然后给你填吧，我把曲写完然后给你填。啊，好难，好难。或许你有什么词写完之后，我可以好跟那个好，回去看一下，我真的有写一些，是吗？真的。真的，那我就等你一次了啊！怎么开始要求？要我回去看一下。等你的词，我要回去看一下。那我真的要回去看一下。我本来还要带了茶，但是我又搬出去了，把钱请你儿了。你可以过来喝，你现在可以冲，冲了我可以就是消消食。你要喝吗？可以啊。谢谢我们的米先生帮忙泡茶。你一个外国人带了茶，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带。我先带过来。好呀。等一下。我是这样的。哦，袋装的。对。你们好会享受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你说我的一个同事给我的。好专业哦，米
米先生米老师。哦，晕了。嗨嗨，哪儿啦？我洗衣服，洗衣服。啊，继续拼。贴纸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我快拼完了。但是怎么玩的呀？他没有机会。这是个相纸盒啊。他怎么把相纸塞进去啊？没了，就没了，就这样。我以为他会有很厉害的什么啊？好吧。另外一个小屋有人吗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是。我想问一下，他昨天跟你讲什么了？他的意思就是觉得他可以教我，让我说话，嗯，怎么怎么？他说，万一别人觉得你说话不好听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很不开心，我很讨厌别人教我，教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啊，有一点点的小委屈。你俩聊啥了？解决了已经。那你还问他跟我聊啥？我好奇吗？我想知道。真的想知道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我也想听一下，这从你的版本里。有什么区别？其实他就简单的讲了一下，就是说他觉得，他觉得可能他说那个话也是无心的，可能觉得你在教育他，可能就有点委屈。我知道。那你现在理解对吗？对啊。是这个意思吧？是啊。嗯。你俩是沟通了吧？讲了。行，那你怎么讲的？语重心长，怎么讲？语重心长，我懂，我听得懂。你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我都听得懂。惨了、哎，原来你听得懂。你会讲吗？要学习了。要学习了。你跟我差不多，也是只会讲一点点。肯定没有你说的好了，我都是瞎讲的。那我刚才半天都在准备一些事情，但我有些犹豫，不知道。是怎么办？之后的事啊。你就是有点害怕异地恋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工作是要不停的飞嘛。你想天天跟他黏一块儿？那我的理想就是哦，如果我忙完，我回家。可以见到面，可以见一个小时也可以，三十分钟都可以。就其实一天就忙完回家，各自回到家里，就能见到那个人就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。他有他的时间表，我也有我的时间表。我希望是一个星期也可以见一次的那种。反正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。异地恋的距离，你到哪个程度可以接受？就是多远算异地？除了广州就算异地了。那一个盼云，一个白云的。真的，就是我因为以前可能出差时间就距离太远啊什么的，导致我现在就算开车开一个小时，我都觉得好远。你这样好像个女老板。我拼了个。OK。就不管说日后会发生什么，你就先把你自己现在想做的事儿给做了。那你现在想做什么？我在拼乐高，我想。你在拼乐高。哎呀，你问不到他的。我先走了。陆言，啊，我的粉扑全是口红。
的是星星吗？但是他有感觉的。他当时说完那句话之后，他就后悔了。他后悔的其实当时他意识到了。我就没觉得他这说话让我很开心，就知道你不开心，他没哄你，可能还是消化情绪。哦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？今天上班啊，今天。哎呀，打不中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多吃。哎，那雨帆他知道吗？我从来没跟他提过。他肯定会猜到的。对啊，因为我昨天死命的叫他穿一件好看一点的，我真的是昨天一直劝他说你穿这件。那是怎么样？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布置的话就是点个蜡烛。我是想一条路点过来，所以我现在想着收集多一点蜡烛。哦，我先把蜡烛先都拿了啊，这里一路很多的。不是，就是只有这里、啊、就是只有进门这里。这个可以点吗？可以，你看这里也有呢，这也可以点。反正十一点半再弄，我怕他等会回来看到了。哦，但你东西，你蜡烛这几个不够的。还有，我们这儿很多，那个厨房那儿都有，反正就凑一凑吧。我看看，然后这个有这个灯。哦，对，这有灯哎，那我把灯拿。先准备一下。啊。先把东西找好。我怕你等会儿来不及。先构思好，你先。对，你先构思好，你才是浪漫大师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看我给他写的信，那才叫真浪漫。你还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他今天不掉几颗珍珠我都不服。这样子啊，哇塞。哎呀，我就怕他们到时候找不到自己的鞋。就把它放袋子里提走呗。你摆的还挺好的。当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嗨，小宝宝，你们在干嘛？怎么？我在偷鸡摸狗。我们准备出去散步呢。那你们去吧。没事，我们等会儿再去吧。你们有什么安排？因为你才刚回来、啊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吧。现在被他发现了。偷鸡摸狗。你们怎么还不去啊？那我在收东西，我找不到东西了、哦、好吧，张嘴就来。那是你烤的小酥肉吗？对呀、啊、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要，我加热一下。喂、哦，我还做了番茄炒鸡蛋啊！那我要补一口，你可以叮一叮。好，我也想吃。哦，你没吃吗？我在公司吃的。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东西？哎，哦，这个是不是被拔了呀？嗯，它没开，它没插上，啊、插的是另外一根。哦，对。啊，好聪明啊！我想你好聪明啊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为什么不是我聪明？那你最聪明，你是行动力强，我是爱动嘴。我听话是吧？没有，不敢不敢不敢。我很清雅。嗯，不敢，我要去洗个手。哦，对，我还煮了汤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真的呀？你还做汤啊？你做了这么多东西，我都忘记了。你的丸子汤。加热一下，这是那个谁带来的？哦，那个妮妮还没回来啊？嗯，妮妮、米蝶都没回，米蝶也没回来。嗯，先吃别的，一会儿再拿。
番茄番茄味好浓啊。因为番茄酱，番茄酱倒多了。啊，那个它挤不出来，我就把盖打开了，然后一倒半瓶下去了。我两个不敢吃了。番茄味很浓。没有，我把一半捞出来了。还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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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。